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六、四十七节，玛利亚说：“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”我心，我灵，心的原文是生命、魂的意思，灵的原文是灵，就是 spirit 的意思。玛利亚的心和灵表达她的全人都是以主为大为乐的。尊主为大，原文是有高举、看重、推崇、颂扬的意思。为乐，原文是兴高采烈、极度欢欣、欢喜快乐。玛利亚知道自己受圣灵感孕的时候，她说：“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”玛利亚对主全然顺服，尊重主的安排，她看重主，以主为大，并且她以主为乐。这样子的乐是极度的欢乐，如同大卫所说的满足的喜乐，又如同彼得所说的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而这样的喜乐是因着在主的面前和因着相信他而有的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真正的以主为我们人生的中心，时常把他摆在我们的面前最重要的位置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经历到这样的喜乐。请问你是否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神的旨意呢？你是否只是嘴唇敬拜，心却也远离了主呢？但愿我们像玛利亚一样说：“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”